有首歌。把爱捆绑的太过于牵强，我觉得我不应该受我家里的影响，我觉得我还是爱你的。我发我内心来说，我有很多问题，我不能说老是听着我爸妈怎么样，我家里我奶奶怎么样，可能我太小气了吧，也可能我太自私了，不会改的。我觉得几位老师说的都很对，我们两个太幼稚了，还需要成长，真的太幼稚了。请亮灯吧。不是你幼稚，你哭什么呀？23岁幼稚很正常啊，生活不就得摔过来的吗？所以我说你们今天算是第一次摔嘛，女生是感觉到那摔的还挺，男生还浑然不觉呢，也很正常。20郎当岁的人也就这样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是不是？挺好的了。现在请我们的嘉宾朋友一起打开爱的记忆箱，来，请开箱。啊，去吧，拿一下这个记忆，看是什么。女生，你给男生的是什么呀？是一枚硬币。哦，就是我们两个最甜蜜的那会儿，然后这个硬币就相当于是我们两个的裁判官，就是我们两个有什么意见不合，就是靠硬币来，正面是我，反面是他，我是想和这个人掷一辈子硬币的。哦，你那什么呀？一个融化了冰淇淋的包装盒。啊，因为在2018年6月份的时候，我工作室重创吧，出了很大的一个危机。那个时候感觉天它都是黑色的，无数次想过要了结自己。当时他也给我打个电话问我在哪儿，我没有告诉他。当时他围了我们学校找了一个多小时，拿了一个融化了冰淇淋找到我说有我呢。我当时听到这句话，我感觉天空慢慢都有颜色了。哦，谢谢你们的分享，两位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就知道那是爱，不能。